我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妈妈以前在家的时候，她跟那几个好姐妹特别喜欢在那个老年大学跳舞嘛，然后那有个小舞台啥的啊，所以我待会儿我在这我先吻着她，然后跟那几个好姐妹联系了一下，你去接一下她们呗。哦，那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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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负责执行工作就行。对，嗯，你差不多了，你就都到了，你就给我发个消息，我就把我妈带过去嘛。行行行，李阿姨呀。喂，哎，喂，是李阿姨吗？啊，那个，我是那个徐小燕的那个女婿。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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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好，那个是这样，那个我不知道之前那个我老婆啊，是不是跟您约过说，那个想请您说，因为我妈妈今天呢正好那个从那个。就是回到邵阳来嘛，但是说想组织你们这些小姐妹儿说一起跳个舞，然后就不知道您想约您到那个老年大学来，您这边您看您现在您方便吗？要不能不能来一趟这个老年大学，就你们也聚一下。就我其实是组织那个组织一个局，想给他一个惊喜嘛，就在这种啊。哦，那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哦，谢谢阿姨，谢谢阿姨。那我来还是你来接我？那个我可能就是要不您直接去，不是要不我您这样吧，我打听我去接你吧，好不好？那要加微信吗？哎，好嘞好嘞，哎，那我等你啊。哎，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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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先去接李阿姨，先去接李阿姨。拍个照啊！哎，不是这么走，怎么走？哎，那边好像有个门。我不知道大门在哪儿。大大的。怎么出去啊？怎么出去啊？我怎么迷路了？不会到点小区都出不去吧？就这智商，这不刚才走过来的吗？阿姨啊，能问一下那个正门在哪儿吗？正门怎么走？啊，这么出去是吧？啊，谢谢。你想我怎么自己舒服？走了。那阿姨您下楼吧，我到了这边了啊。哦，我意思要你让来，让来我屋里来喊呀，上来，你喊呀，要得不？啊，那行，我登个门，聊不太久，然后那个，那阿姨您家是几门几号呢？五楼。您在五楼是吧？那我到后面来看呀，你呢？你开的摩托车啦？我没开摩托车。你开啊！我就车没进来，我是那个步行进来的。你啊，过来。啊，阿姨，哎，你好。哎，我在红车，从这进门。在这进是吧？哎，啊，好，哎，好嘞，哎。就在这下面有坑，是不是走错了？买个药几分钟能解决的事，怎么快一个小时了还没上呢？快一个小时了吗？是啊，没有吧？你知道他每次出去都找不着地儿。我问问陈楠，是不是迷路了呀？是不是迷路了呀？快点啊！这个就我知道了，你就快一点。哎，你好，你好，你好，好辛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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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阿姨，组合凑齐了啊！你想去看一下我那个读书的地方，我们去溜达溜达。嗯，阿姨也抓紧时间练一练，我可能去要买一些东西。你不等建行了吗？建行在哪里？哎，去接他吧，他是不是在哪迷路了？他肯定就在这小区里面，你还往前去接，去哪里接？这没在小区啊。他在哪里？他说他在某个市场门口吧。是哪个市场？不知道，他们知道。那我这里有个超市啊，是不是？不是。是不是建行吃撑了到医院去了呀？没有。是故意的吧？这样。故意啊，故意的。来，戴个眼罩。这个时候还戴眼罩。嗯，怎么这么远？不对了。
我妈到了，快快快快快快，我妈到了，我妈到了。有没有99枝红玫瑰，包好的有吗？没有。没有红粉玫瑰有吗？没有。有什么玫瑰花瓣是有的是吧？要多少？要多少有多少？你不是有多少要多少？你睡会儿吧，妈妈。我现在有点着急，就是那种特别急的那种。啊！怎么到了呢？好嘞，好嘞，就这一把就行，帮我包起来。还要来个什么大的仪式吗？要这么长时间？帮我抽出一只啊啊 ，OK， 然后帮我把这个这只等会儿也啊算了，这只不用包了，这只不用包，这只不用包的话，必须得有一些漂亮、完美的一些这只不用包，多少钱一共？走了，谢谢，怎么到了？车呢？这个游戏太长了，快，妈妈要发飙了，憋得不舒服了。哎，别急。可以。哎，我牵着你走啊，不着急。可以走了。嗯。我来开门，慢点啊！可以开门了。嗯，别着急。那我先下去了。你等会啊，我牵着你啊。你先好，迈右腿下下去。先下去。嗯，你别管啊。我别管，我下面就没有一个人要亲一下我吗？真的是，这个真的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哎。来嘛，牵着你走。这样我不敢走。这样走吗？往前走。那进来。哎呦，人要是没了眼睛，真的好吓人呢。上楼呀，上楼我扶楼梯呗。楼梯安全，扶我不安全啊？对。啥？你说平地了，要说一句噻。啊，平地。你吓死我了，吓出汗来了。你要端庄像老佛爷一样的这样把你扶上来。哎呀，怎么老是平地了就说一句？来，开门。哪里开门？这里开门。哎呀，这下了下台阶了，是不是？没有，进门去啊！你进门去了！你进！我就感觉他真的是好开心，就从心底里的那种开心。韩哥今天得太坑人的了。丈母娘在车上捂着眼睛，热死了，热了好长时间。我妈说你肯定去医院了，担心我吃坏了是吧？对，就是担心你今天吃多了，吃完饭就下去买药去了。我说买个药这么长时间。今天在车上跟你讲好的，你3年前把你妈妈绑架到北京前的，我们很不舒服，因为我们不好玩。绑架，抢走了你最好的朋友，是吗？我要问你，韩哥，我只是把你妈妈还回来，还给我们，现在就还回来。我每天看着窗外唱了一首。看月亮思故乡，一个背影刷的一下在他爷爷眼前过去，讲妈妈别唱这个歌了，我看着你的背影我好伤心啊。很感谢他们能让我在这个时候遇见自己的好姐妹，感到挺高兴的。
你看我们一见到姐妹了，一玩就玩得挺嗨的，不紧张了也不拘谨了。就好可怜，你知道吗？看着月亮就在唱。其实真的五十到六十岁对于一个人来说真的是应该是一个挺丰富多彩的年龄阶段，孩子也事业有成了，然后以及自己也就是退休了，其实这个时候是应该享受我就是说这个时光的时候。其实最好的见面礼不是送花，最好的见面礼就是拥抱。于贝贝谁是我要说我绑架了丈母娘也确实是，这话认，其实也希望就认了之后说以后能多让她回来玩一玩啊。我希望所谓的天伦之乐都能享受到，抱着一个美好的想法去前行吧。